上好，朋友们，又到了午夜相伴的情深夜先生，我是雨薇。非常感谢在这样一个时间您又准时守候在电波前，而这个时间还没有睡，是在辛苦的加班，还是有心事无法入睡呢？情深夜先生开启心灵的对话，欢迎你讲述自己的心情和故事，让我们一起来传递你的快乐，分担你的忧愁。当然每晚都会有个互动话题，而今晚我们的聊天主题呢是一句话的温暖。在昨天的聊天中，有朋友提到一句话的温暖，他说是否有人多年后还记得当初的一句话。我说只要是真诚的关爱别人，你就会被人记起的。当然也总有这么一句话让我们记忆深刻，这样的一句话有可能是出自于咱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朋友关爱的一句话，一句温暖的话。这句话也许是爱人的表白，一句贴心的话语，而也许呢是别人不经意的一个问候，或者是善意的提醒，但是却让听到的人倍加的感动和温暖。总会有这么一句话让我们记忆深刻，一句话的温暖让我们和你一同来感受它的魅力。情深夜深深参与节目，发送短消息给我，移动的朋友呢是要发送至10620888101，10620888101，联通和电信的朋友呢是要发送短消息至10627788101，10627788101，百度贴吧的位置依然是曾经的 FM1011，从零开始，而网络收听的地址是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山东广播网，点击到交通频道的主页就可以进行在线的收听，而留言给我呢是找到情深夜深深的论坛就可以了。一句话的温暖，感受一句话的魅力。来看到雪龙，他说简单而又发自内心的两个字，仅仅就是两个字。有多少朋友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身边帮助过自己的人说的呢？相信每个人如果都能够微笑地对身边的人说一声谢谢，相信一切会更加美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身边的朋友说一声谢谢吧，这个力量是自己传递给别人的，当然也是当我们倾听到别人对我们说谢谢的时候心底的温暖所在吧。一句话的温暖。再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他第一次向女孩表白，由于女孩的一句话深深地伤害了男孩的心。其实他们之间可以好好的谈一下，但是男孩选择独自的悲伤，女孩固有的矜持没有再解释什么，可能他们之间真的无缘吧。对不起了我的好朋友。独自等待说，大家还好吗？好久没有来了，今天的话题真好，一句话的温暖，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听到节目的朋友会倍感温暖。弟啊，如果这一句话温暖了你，那么如果传递开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话，会让每个人都觉得很温暖。来看到这位朋友是6617，秋风凉凉，秋夜漫长，今生的问候现在怎样，是否劳累，是否很忙，换季之时注意健康，多喝开水，多添衣裳，早晚天凉小心着凉了，要保重身体，快乐健康。这真的是一个很贴心也很实用的一个嘱咐，谢谢你。再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说，一句话的温暖，这句话就是我相信你，真的是落地有声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相信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备受别人信任的。好了，再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发送的短消息，他是1988的龙，爱上你爱上我你会受内伤的，这是在拒绝自己还是提醒自己呢？现在想想他说的一点也没有错，爱上他我真的受了伤，被他伤得彻彻底底。糖，天冷了多加衣服，知道你不会听见的，要幸福了。啊，讲到这儿的时候呢，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我们的飞翔同学，不知道你是否有在听，但是近期呢你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你曾经给雨薇发送过一张明信片，地址呢是烟台的。那当时呢我也曾经承诺过，说是在礼拜一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会看看有没有，那今天很幸运的是查收到了你的邮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安排你写来的美文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好不好？非常感谢你发给我的卡片，很漂亮。好了，再次来看到大家发送的短消息，我们这位朋友是纳兰风情，记得在临近毕业的时候，第一次鼓起勇气通过同桌向暗恋的女孩要了一份同学录，
他在上面写道，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依然祝福你。这句话给我勇气平淡地面对考试以及以后的一切，真的很想对他说，谢谢你给我勇气面对所有。我想如果在这个时候送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应该是很适合的，可是稍后的话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再次来分享到大家发送的短消息。我们这位朋友说，对不起，是对一位张磊的朋友说的，我知道你听不到，但我依然想说原谅我，我也不想这么做，也许就是为了将来吧。这是一句承诺吗？还是对对方的一个解释呢？但愿你可以听到，但愿你可以原谅他。好了，提给小沈阳，他说今天天气好冷啊，烟台下雪了，校园两旁的绿色的柳条在纷纷扬扬的雪花当中随风舞动，感觉真的很好，可是没有出现我期待的雪景，有一点失望了。今天是他的生日，还记得他曾经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陪我聊天，对我说过的那些鼓励的话，真的很感谢，每每想起来心里仍然是十分感动的，真心的祝他生日快乐。哎，一句话的温暖，可不可以把这句话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句话的魅力啊！仅仅说到他是怎么的鼓励你，可是我们却不得而知了。好了，再次来看到大家发送的短消息，我们这位朋友说，一句话的温暖，温暖的是早上出门前爱人的一句，天冷了别忘了加件衣服，温暖的是一起聚会的时候朋友的一句，少喝点，路上开车慢点啊，温暖的是回老家的时候老妈带着慈祥的眼光说，快点进屋，你爸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茄子，温暖的是在这寒冷的夜里还能够听着你的声音渐渐睡去。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够在你温暖的被选项里也会有我的声音，谢谢你。那再次来看到朋友发送的短消息，我们的1226说，在大学里等你，记得那年高考你曾经给过我信心，曾经的温暖一直伴我走过了复读的寒冬，到现在已经5年了，分手也近2年，早已不再联系，但是在某个深夜还是会想你，生日到了不能够亲自的说一声快乐，祝福，深深的祝福。好的，现在已经找到了刚刚所推荐的勇气，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良版的勇气。
的，伴随着来自于光良的勇气，再次来看到我们6335的朋友说，今天的天气让我明白了滨江是怎么样冻成的，有点累，接着增加了训练强度，刚刚站完岗回到宿舍，现在是穿着军大衣躲在厕所里收听你的节目，不能够再躲在被窝里了。他说听了怕睡着后错过你们的节目，所以啊，非常感谢我们6335的朋友如此的热情啊！他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身体，也希望我们的6335能够注意身体了。好了，还有就是下次一定要记得不能够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听收音机了，要不然被抓到的话。好了，再来看到我们的8676，他说放心心的羊，最近感冒的人不少，睡觉的时候鼻子不通气肯定是不舒服，那要分享一个小窍门吧。我发现只要是左边的鼻孔不舒服的话，你就朝右睡，而右边的鼻孔不通气的话就朝左睡，鼻孔就通气了。我用这个方法很管用，不知道大家用这个方法如何呢，不妨试一试。好的，如果有朋友感冒的话就可以来试一下了，就是向相反的方向来睡的姿势就可以有利于鼻孔的通气了，对不对？8676的朋友所推荐的小窍门。好了，来看到我们的5753说，帮我分析一下吧，男友对我很好，我身体不是太好，他呢就从家里给我拿补品给我补营养，我说太多了，他呢就用很严肃的语气命令我必须吃。我们认识到现在这是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当时我都有点害怕他了，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丁点肉麻的话，也没有说过喜欢我，所以我一直不确定他是不是喜欢我，但是我喜欢他。喊你笨笨丫头吧，其实很明了了嘛，他这种严肃其实就是一种叮嘱，他希望你身体好，所以就会有一些急了，这很正常，所以相信你的感觉，也相信对方对你的关爱。8138说，这条短消息太长了，稍后的话我们再来读到。再来看到我们的6476说，大洋两大洲，然后天高水远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宝贝你走了，那边的你也许刚吃完午饭正在学习的，加油了，等着红枫叶红的时候我在站台上等着你回来，永远爱你，等到红叶枫的时候。很有意思呢，这是给异地的朋友说的，我会永远等你的一句承诺了，我们一起来信守和见证这份承诺。这里是情深夜深深，我是雨薇，稍后欢迎你继续来到这里聊天。不同的时代要有不同的追求与思想，不同的生活会有不同的内容与方式，可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在耳旁，你我心中却涌起了同样的感动，让我们共同唱响爱国的主旋律，在歌声中演绎心灵与祖国的深情相拥。欢迎收听每天晚上7点到8点《爱国歌曲大家唱》。音乐我听蓝调，因为它的经典；咖啡我要摩卡，因为它的优雅；心情我要宁静，因为它的快乐。电波我要这里 FM101.1。因为他的应景，情深夜深深，经典的时光，品味不同的感受。你的夜空从此不再寂寞。在经典的时光，品味不同的感受。这里是让你的夜空从此不再寂寞的情深夜深深，我是雨薇。又是一周周一了，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里依然是守候大家的心情，倾听你的心事，还有呢就是分享你所有的快乐，分担来自于你心底的那些小纠结或者是小问题。每天也会有一个共同探讨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是温暖你我的一句话的力量，一句话的温暖或者是一句话的影响，还有可能是生活当中爸爸妈妈的一句叮嘱，甚至是唠叨，或者是常常在痛说革命家属当中讲到的一句关键性的话对你有所影响，也或者是朋友之间聊天的一句话感悟，也有可能呢就是生活的哲理就蕴含在这平时的语言当中呢。
当然这一句温暖的话也许是别人不经意的一个问候，或者是善意的提醒，但是却让人听到之后倍加的感动。一句话的温暖，让我们和你一同来感受它的魅力。参与节目你可以发送短消息，移动的朋友呢是要发送至10620888101，10620888101，联通和电信的朋友呢是要发送至10627788101，10627788101。那我们还可以发送短消息至10620888101的是移动的朋友，然后呢98%的位置是 FM1011 从零开始。网络收听的地址是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山东广播网，点击到交通频道的主页就可以进行在线的收听。留言给我是点击到情深夜深深的栏目，当然大家的美文呢可以发送邮件给我，雨薇的全拼 FM1011@163.com。好的，再来帮助一位吴女士，她是济南的吴女士，在今晚9:57的时候呢，乘坐了一辆蓝色的出租车，从金三纬二上车到堤口路下车。下车的时候呢，将一个装有50000元支票的盒子给落在了出租车的前座上。所以我们的司机师傅来回忆一下这个信息，在晚上的9:57，有一位女士乘坐一辆蓝色的出租车，从金三纬二上车到堤口路下车。下车的时候呢，将一个装有50000元支票的盒子落在了出租车的前座上。如果我们有朋友发现的话呢，请与吴女士来联系。联系的方式呢是手机号13553192680，13553192680。当然，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大家，非常乐意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来帮助朋友们。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忘了两个秘诀：一个是下车的时候环视一下我们曾经所坐过的座位是否有物品来落在车上；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忘了向我们的司机师傅来索要低票。拥有这两点的话，就可以做到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损失了。当然，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帮助或提供信息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好了，继续来分享到今天的话题，那就是一句话的温暖。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说，一句话确实很温暖，因为这代表一个爱，祝我爱的和爱我的在这个早来的冬天里温暖，祝每个人都能够暖暖的。我要推荐一首歌《暖暖》，其实刚刚我想要找的就是它，稍后的话就可以听到了。好了，再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他是俊峰先生，能帮我放一首歌吗？最后一次，17岁女孩一座，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林子，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幸福呢？相守着永远，永远却如此短暂，用尽全身的力气，却只能换来半生的回忆。126说，在大学等你，记得那年的高考，你曾经这样给过我信心，曾经的温暖一直伴我走过复读的寒冬。快5年了，分手也近2年，早已不再联系，但某个深夜还是会想你。生日快乐。好，再来看到我们的爱情与温馨有关，他说，寒冷的冬天来了，而我依然沉浸在我幸福的春天里，有爱人温暖着自己，但也不能忽略了身边的朋友。还记得学生时代有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话，其他的星星都换了方向，北极星依然会在原地。当别人不了解你，不原谅你，甚至离开你的时候，只要我守在原地，你就不会迷路了。现在想起来依然还是觉得很温暖。毕业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但我还是会时常想起你的这句话，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吗？就是这样，一句话可以给人力量，一句话也可以给人启迪，一句话能够激励人心，一句话也能够让人豁然开朗，还有一句话呢，能够让我们温暖一生。每次想到这句话，就会想起那个曾经关爱我们的人。这句话真的很经典，就是其他的星星都换了方向，北极星依然会在原地。当别人不了解你，不原谅你，甚至离开你的时候，只要我守在原地，你就不会迷路了。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山里，不可以实现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期盼，慢慢淡的回头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平凡的糖，我们两只糖，是一个碗，有心酸，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梁静茹的暖暖，一首暖暖，我想此刻有没有想起，就是有一个人曾经对你说过的一句话，让你觉得每次想起来都倍感温暖呢？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一句话的温暖。好的，来看到我们的763夏日奶茶老朋友了，我们的生活就是由很多个一句话组成的呀，只不过很多是平平淡淡就过去了，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也有很多虽然不带任何的华丽的辞藻，却在心底留下阵阵的暖意。不在意这样的一句是由哪些一个个的字组成，在意的只是这再平常不过的一句话所包含的情意了。现在已经有句习惯，把每句触动心灵给自己带来暖意的一句句记在本子里，全是平常的简单的话语，却是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可以在某个孤单或失落的时候拿出来看看，那一句句话语的温度还在，带给心底的温暖，也会把孤寂的心所融开，把心中的寒意驱散，给失落的心找到振奋的勇气。那一句句只适合自己，因为只有自己明确它的由来和最初的用意。一句话的温暖，而让我最温暖的一句话就是还有我呢。只要有一个人这样对你说的话，你就突然一下子觉得原来你的无依无靠也好，或者是不安全感也好，或者是暂时的困难也好，就会有一个人分担过一半了。
所以在有一年的春晚的时候，竟然看到了白云和黑土在有一年的春晚的小品当中，然后赵本山就说了一句还有我呢，嘿嘿呵呵。然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笑，而是感觉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份责任在这句话里面。好了，再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吧，他说还是763夏日奶茶，推荐一首周笔畅的你们的爱，送给我笔记本里带着温暖的一句句话的原创们，祝你们幸福好运。你们的爱，然后来找找这首歌。好的，再来看到我们这位朦胧说，记得当我们刚开始朦胧的爱情的时候，他曾经对我说，我想过我们的以后一定是幸福的。听他这么说，我便在内心告诉自己，这个女孩我要用一辈子来疼爱。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爱情变质了，他喜欢上别人，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让他去找他的幸福吧。但是现在他又回来找我，他说他后悔了，想回到我的身边。我不知道该接受还是拒绝，几度思量，我拒绝了，因为伤得太深了，又因为忘记当初让我感到幸福的那句话，每天都是那么难过。或许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吧，承诺太美丽，是因为太年轻了。至于是否接受，或者是回来之后要不要拒绝，这些与你曾经受到的伤害会有一些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还要看到你的内心，就是如果觉得你拒绝他你会更痛苦，而且这段感情依然有所不舍的话，那么未尝不可给对方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这段感情也是一次机会。当然如果你非常介意他曾经的变心的话，那就不要再谈了。好了，再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是3712，曾经问好朋友灵儿，为什么我的爸妈老是吵架？他说吵架是因为彼此太亲密，陌生人只会客套，那叫相敬如宾。我说那为什么我俩不吵架？他说因为你不舍得，我也不舍得。虽然是一句玩笑的话，可还是暖暖的。灵儿，我们一起加油了。还有朋友问到背景音乐是什么，这首背景音乐就是著名的。现在是晚上11:30。爱让生活充满阳光，哦，爱让城市无限精彩。101.1 FM，山东广播交通音乐之声，每天爱你多一点。气象预报，气象预报和您一同关注天气变化，我是陈震。这时段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影响我省的寒潮天气过程已接近尾声，但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仍较低，外出的朋友要及时做好防范措施，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流感。未来几天天气较好，气温回升，能见度很好，适宜大家出行和外出活动。2号夜间到3号，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半岛北部地区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早晨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3度左右有冰冻，其他地区1度左右有霜冻。具体了解全省17城市的天气，济南晴转多云2到16度，德州晴转多云-3到14度，聊城晴-1到13度，泰安晴-6到11度，莱芜晴转多云-5到10度，菏泽晴-1到12度，枣庄晴转多云-3到13度，济宁晴转多云-2到13度，临沂晴转多云-4到11度，日照晴转多云-0到11度，青岛多云转晴-1到11度，烟台多云转晴-0到13度，威海多云转晴-0到13度，潍坊晴-5到9度，淄博晴-3到14度，滨州晴转多云-6到8度，东营晴-1到10度，济南晴转多云2到16度。音乐我听蓝调，因为它的经典。咖啡我要抹茶，因为它的优雅。心情我要宁静，因为他的快乐。电波
我要这里 FM 一零一点一，因为它的愿景。琴声，夜深深，经典的时光，品味不同的感受。你的夜空从此不再寂寞。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让你的夜空从此不再寂寞。这里是琴声夜深深，我是雨薇。继续刚才的话题，有朋友问到说背景音乐是什么名字，就是现在的这首音乐，也是在琴声夜深深大家所关注的沙莉花园，也叫 Down by the Sally Garden， Down by the Sally Garden， 沙莉花园。如果每天都听节目的话就可以听到它了。当然我们还会有另外一首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希腊计划。希腊计划呢是我曾经剪辑过的一个精华版，就是这两首背景音乐是常常在使用到的。好的，琴声夜深深，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句话的温暖，一句话温暖一生，一句话可以让我们豁然开朗，一句话也能够给你更多的激励和感动。这句话无论是出自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爱人，也或者是一个陌生人善意的提醒，但是一句话的力量却在这里呢。欢迎来到这里，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让你感动的一句话，感受一句话的魅力。发送短消息给我，移动的朋友呢是要发送至10620888101，10620888101，联通和电信的朋友是要发送至10627788101，10627788101。百度贴吧的位置呢是 FM1011，从零开始。网络收听的地址是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山东广播网电啊，点击到交通频道的主页就可以进行在线的收听。而琴声夜深深的栏目的论坛就可以留言给我了。好的，今天是收到了几位朋友的邮件，一位是默默，已经收到了你写来的美文，非常感谢，也收到了飞翔的一条邮件。好的，那就是飞翔做一个预告，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会读出你写来的信，真的很令人感动，是在写给妈妈生日的一封信。希望你明天的时候可以来告诉妈妈，让她也能够听节目，在电波当中传递你们之间的情谊，好吗？好了，再次来看到朋友发送的短消息，咱们这位朋友是6335。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你肯定不是孬种，因为你是我儿子，所以我走了父亲的路，上了军校，而后我也会走着父亲的路离开部队去做生意。这就是父亲的一句话在激励你，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想到这一点，就是会让你觉得有更大的动力。好，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是6528。温暖的一句话是朋友的，天凉了多穿点衣服，小心感冒，天很冷但我心里很温暖，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而我们的6198说，几个月前辞了自己热爱的工作，一年的酸甜苦辣仍然历历在目，现在漫无目的的投身于山海，一切茫然。前段时间回家参加好友的婚礼，临来的时候父亲不知是不是安慰地说了一句，做你喜欢的事情吧，现在不行就回家，实在不行就回家，你还有爸妈。是啊，爸妈永远是我的靠岸，愿他们永远健康。我特别想为你来推荐一档节目，那就是在每晚的8点至9点的时候呢，是由我的同事石井主持的才智英雄榜。才智英雄榜呢是一档创业的节目，然后里面经常会请一些成功的典范还有嘉宾来和大家共同来谈谈创业，所以我想对你现在的创业阶段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可以来听一下6198的朋友，也希望你能够在上海闯荡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好了，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是2016。我很爱你，但是不能够跟你在一起，为了你的幸福我只好放弃。以前你每天都对我说你幸福我就快乐，可是我爱你，我更想要你幸福快乐，所以我只有对不起了。你幸福是我最大的快乐，永远爱你，却不能够跟你在一起的萝卜。9307说，我是默默，想对一个人说，谢谢这么多天来让我有心灵倾诉的地方，虽然你从未做过回复，可是也让我觉得心安。城市开始飘雪了，
还是想最后告诉你一声，天冷了，照顾自己，我不会再打扰你，因为终于明白，有些人是永远无法替代的，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祝你快乐。这首歌是突然好想你，昨天有听友推荐的，时间原因没有送出，今天来听到它。好想你，再次来看到大家发送那段消息。我们最后是来自于百度贴吧，他说：“记得当我们刚开始朦胧爱情的时候，他曾经对我说过，我想过我们的以后一定是很幸福的。
不太敢相信已经读过了。再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他说发现自己爱上了情深夜深深，每天晚上分享不同朋友的心情故事，好像每个人的身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我是一名来自外省的学生，来烟台一年了，有时候真的很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海，喜欢这里的空气，还有喜欢这里的风。今天这里来了，2009年的第一场雪很冷，不过这里的天我喜欢，因为它可以勾起我很多的回忆和他的回忆。尽管我们分手了，我还是希望他永远过得好，等风停了。好了，再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他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很希望你能听到，也许为了我们以后能够幸福，所以呢天冷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了。4030说，曾经你的一句话，我会和你过一辈子，让我对你产生爱意绵绵，现在你走了，但我依然相信你，我们会过一辈子的，就像童话当中一样，拥有浪漫的结局。我想点一首童话，希望我们的爱情如童话一般的缠绵。天凉了要多穿点衣服，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不会放弃的。而我们的1211说，大家不管聊什么话题都会聊到自己的爱人，请朋友在爱情的甜蜜和痛苦当中多想想自己的母亲，认为最温暖的那句话是母亲说的，母亲的每一句话都是温暖的。来自于东营的1211，心境不一样，但是母亲的爱却是心底永远的温暖和牵挂吧。好了，再来看到咱们最近发送的短消息，他说听着节目的时候呢觉得很温暖，和他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是却觉得彼此的距离很远，夜深的时候就越想他，推荐的是想着你睡不着。这首歌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听过了，所以在今天不会安排播出了，稍后的话会送另外一首歌给你好吗？抱歉了。好了，再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这句话让那颗沉睡的心再次颤动，深深的想念，深深的惊恐，对不起，我还是很爱你。要说现在买辆车可费了大劲了，钱有了您得琢磨着买什么品牌的，品牌定了您还得琢磨着上哪家买去，这过日子省点是点啊。告诉您，就找1011汽车拍卖行，0531-8818-1011，让他们想辙去。1011汽车拍卖行，全心全意帮你买车。在摇摆的人群中，他是可以信赖的倾听者。在快乐的心灵里，他是善良的祝福者。在宁静的夜空下，他用透彻心扉的声音感动你的耳朵。情深夜深深 FM101.1 山东广播交通音乐之声，与心灵打造情感空间。好的，欢迎再次回来。刚刚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条短消息，是9521的朋友，他说想象当中最温暖的话是一条短信，那次跟他吵架，气愤之下关掉了手机睡觉，早晨开机的时候他短信说睡不好，半夜醒来只想问你嫁给我好吗，那一刻红了眼眶。我想在恋人之间如果问到这句话的话，应该是最温暖的一句话吧，应该当时所有的盛怒全部都消掉了。好了，再来看到大家发送的短消息，他说外面风很大也很冷，宿舍里显得很温暖，还没有睡下，思绪飘渺，6年了终究还是放不下，都说岁月可以了却一切，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吧，夜深人静的时候人难眠，常常想起你，那是是非非剪不断理还乱，也许就是两条相交的线，2003年的6月20日当然是交叉的边缘了，从此两个不同的方向应该再无交点了吧，除非沧海变桑田，
这个夜晚又是一个人，你在何方？如今还好吗？我不懂什么是爱，也没有奢望过能够和你在一起。喜欢一个人，并非一定要长相厮守，只希望你能够过得好。曾经的拥有已知足，我会静静地把它埋在心底。一句话，永远永远地祝福你。长江水啊，向东流。有一个很诙谐的名字，却写了一条很深情的短信。好，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烟台的2670说，化蝶的茧定要经历不心的痛，人的成长也是这样，只是茧的痛在皮表，而人的痛在心上。还有朋友是讲到了说心情不好，原因就是和男友现在的关系很冷淡，推荐的是美丽的心情。和男友的关系很冷淡，要分析一下原因，就是一定要切记，两个人之间如果是发生了矛盾也好，或者感觉自己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慢慢的淡下来也好，无论是你对对方没有了热情，或者是你觉得对方对你不够热情，切记一点，就是不要自己在心里再揣摩，并且呢用你的冷漠和敌对来对视对方。有很多时候可能由于男生和女生所关注的点不同，而每个人对于情感的性格表达也或者是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时候更多的就是沟通。你可以直言的来告诉对方，就是我们近期感情有什么问题吗？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觉怎么样？或者说这些话都是完全可以谈的，因为你越是去避讳些什么，自己在琢磨和猜忌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于你们感情之间的一个冷处理了，所以这样反而不好。你倒不如直言的去问对方，我们之间的感情走下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有没有希望。还有一点呢，就是分析一下这种冷淡是来自于谁的力量，看一看，我想总会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对不对？好了，再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其实如果等到心真的冷漠的时候，那就一切都没有办法了。好了，来看到咱们的没有署名，又是没有署名的朋友，他说自己来河北快一个月了，也接近一个月没有听到雨薇的声音了，好怀念高中的时光。其实大学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好，有些无聊，有些空虚，有些寂寞。如果你现在听到我的话的话，那我会告诉你，其实大学很丰富，也很美好，也很充实，并不像你说的无聊、空虚和寂寞，就看你自己怎样安排了。还有就是，大学就是一张白纸，有人会说它是很绚烂，也有人说它很无聊，还有人说它很忧郁，还有人会说从这里你是醉生梦死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它就是一张白纸，你怎么涂它就是怎样的样子，也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模具，橡皮泥儿，你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你就自己捏。好，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看到今天的话题让我想起他，那还是在大学期间，有一个忧郁女孩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一封信，我还记得里面的一句，很想回到过去，很想我们一起在窗台下聊天，即使不说一句话，现在想想当时还真的有点恋人未满的感觉，明明很喜欢他但还是拒绝，这句话真的很温暖。而今已经毕业了，我们各奔东西，现在很少联系，偶尔还会 QQ 一下，他还是原来那样忧郁，我不太喜欢他忧郁的性格，而我却无法改变他，我是不是很傻？推荐一个聊天主题吧，曾经的他，一起感怀那个曾经的故事，放一首恋人未满，可以把他给我的信发给你，帮我分析一下吗？雨薇姐，我是雨夜流星，那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完全可以发给我，邮箱的地址是雨薇的全拼 FM1011@163.com。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说，又是凌晨了，快考四级了，自己却很迷茫，学校封校了，人人都戴口罩了，是防冷还是防感冒了？其实冷是一个因素，重要的就是大家还是怕感冒吧，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大家就更怕感冒了。好了，再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希望我们的感情就像北方冬天的树干一样清晰、勇敢、坚强，忘记是哪一首歌里的歌词了，好想听，如果想听的话必须要告诉我名字。德州的追风他说，喜欢一种声音
是微风吹落露珠，欣赏一幅图画，是朗月点缀星空，继续幽蓝弥漫旷古，想念的话说也说不完，关怀的心永远不改变，真挚的友谊永远不会变。在冬天到来之际，向你表达最真诚的问候，天气冷了，好好的保重，换季之时注意健康，多喝开水，常煮菠菜汤，增加衣裳，早晚天冷了小心着凉，保重身体，快乐无恙。而辛苦了，祝福大家吧，推荐一首许巍的温暖的季节，德州的追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朋友说在威海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从零开始的调频，不能上网，不能听收音机，从哪里还能找到从零开始呢？你可以来试一下106，看看可否能听到呢。艺术家秘书见说一句话的温暖。而我们的丁清康说，我一哥们儿住院7天了，今天才告诉我，之前还说回家耍，想家了，谁知道是回家住院，心里很难受。不管是否符合所谓一句话的温暖，再次发帖只为了祝福早日康复。于清康，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节目的规则，那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主题，每天你的心情都是我们的主题曲。好，来看到我们思琪，白色的暮霭轻轻的风洒，然后微风拂过脸庞的温柔，奶油般的世界，纯净如雪的少女，不一样的往事，不一样的纯真，带着童真留下欢笑，成长的路程有你有我还有大家，别再孤单，别再徘徊，未来的日子不再是你们自己，勇敢的让我们一起拼搏，充满奇迹的世界为你们而存在。进城最真挚的全体室友永远支持你们，这是留给室友的一句话了。然后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正听着收音机，舍友们强烈叫我到贴吧来留言，我们宿舍几个大男生都在听情深夜深深，希望雨薇能够看到留言读出来吧，让几个舍友聊聊心愿吧。一句话的温暖，有时候的的确确就能改变一个人，成就一个人。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舍友和所有的听众了。我们还是服从这个少数服从多数的一个积怨吧，就是因为是宿舍整个宿舍里的人都强烈推荐这首歌，以及还要送给大家，所以稍后的话会帮你找到这首歌和大家来欣赏。而今天朋友所推荐的那几首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追风推到的温暖的季节，还有童话，还有好几首歌，在明晚的时候会找到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吗？终于找到这首歌了，稍后的话会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再次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我那时候说在你放弃我之前我不会放弃你，那时候很温暖，10年后你放弃了，而现在我还在坚持，结局有点如同现在的天气，凉，萍水相逢。再来看到咱们这位朋友，他是6335，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家想父母，想起两个兄弟，想回西安，你觉得我毕业后是留校读研好还是创业好一些呢？这个问题你让我来替你做决断吗？人生的路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你做决断的，我只能够告诉你，你如果是读研的话是为了什么，而创业的话现在有一些项目有一些方向了没有，还有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你自己喜欢做些什么，你是希望在这个专业里再有所成就有所建树继续来读呢，还是说仅仅是为了读研增加一些就业的砝码呢，还是什么呢？我听过一种论断，那就是说我不希望在我30岁之前把如此宝贵的光阴再有3年的时间留在读书的空间里再继续读研了。这种方式呢，对与不对是和每个人的心境是一样的，但是我也听说过很多人在工作了之后都特别想要回去再继续在校园里读书。我想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对另外的一种风景充满着想象的，但是你必须分析你自己的情形，如果适合做研究，如果喜欢读研，家里也支持，而且条件一切都具备的话，那就好好的学习读研，不仅要读研还要读博。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就是想创业了，我考研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的就业找工作找一个砝码，好吧，
我不用这个贴金，我完全靠我自己的实力，我现在就去搜集一些，寻找自己的创业爱好，创业点在哪里，我要节省用这三年时间来好好的创业，获取自己的成功，不也不错吗？还是那句话，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人牵着你的手往前走，只能是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个人会告诉你这条路通向哪里，另外一条路通向哪里，剩下的你希望自己走向哪里就选哪一条好了。最后的时间里来送出这首周华健的《朋友》。一个人风也多雨也多，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谁在乎，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好的，最后还是要分享到大家发送的短消息。我们的5552说，最感动的就是老婆对我说你是最棒的，每次去接她最侠义，然后就听你的节目最惬意啊，你也很棒，天冷加衣服。谢谢我们的5552的朋友，谢谢你。再来看到咱们还有好多非常感人的短消息，可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无法再来送出了，但是我会汇总一下，在明晚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朋友们，那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一句话的温暖，记得一句话，良言入耳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别人的一句话给我们温暖和鼓励，我们也应该善于用语言去传递温暖和善意，所以给别人一句温暖的话。祝大家每天快乐，晚安啦，晚安。